然后今年因为不行，我跟他们说啊，希望我们剧组拍戏顺顺利利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平安这样子，然后也希望就是自己可以更正向啊，更快乐，更勇敢的心去面对，就是每一天这样子，然后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心情，因为这个世界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太不容易了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